中选会应该出来纠正群委会，来维护我的发言权。否则，中央选委会跟群委会就是一起联手歧视我。他讲话这么困难，政见发表会上，给他合理的调整时间。一般人讲话15分钟，他需要2倍的时间，30分钟才可以完整表达一样的内容。大家也看到，他的伙伴周志文要帮他翻译，别人才听得懂。所以我们主张我们的政见发表会要3倍的时间。选委会今天提出这个看似进步的方案，实际上是让赖宗宇全程坐在台上，由读稿机、由 AI 语音帮他念出来，全程他只能呆呆的坐在台上。赖宗宇坚持辅具读稿机只能辅助他发言，而不能像选委会一样企图用读稿机来取代他的发言。赖宗宇要用他发言的用力，让所有的选民看到他，即便作为一个脑麻的重障者，讲话这么的困难，今天他还愿意二度参选，愿意踏上公办政见发表会的舞台，用他自己的身体来冲撞这个体制。这就是为什么赖宗宇认为选委会这次提出的读稿机代读方案是一个假进步，实则是剥夺、侵害他完整发表的权利。他只给读稿机读完15分钟的时间。今天赖宗宇如果要搭配自己的发言和口译，延长时间就必须要延长时间才公平。但是台北市选举委员会1分钟都不多给。我们想问问中选会，作为台北市选举委员会的上级机关，你们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这种态度？4年前上一届的立委选举的时候，赖宗宇就争取过中选会紧急开会，多给了5分钟。这一次1分钟都不多给中选会，这是你的态度吗？这个事情哦，那个台北市选会真的已经有做一个，有没有违法？有没有违法？这部分我们违反什么规定？你们中选会就是法规啊，法规层面，请你回答，有没有违反什么规定？没有违反什么规定啊？对，那他为什么说我们违反规定？为什么北选会说我们违反规定？这部分就这个台北市选委已经做了回应，是我们做回应。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要求中选会纠正北选会，现在在问中选会的态度。你的下级单位说要延长时间是违法，你要不要跟全国的人民解释一下？他这样讲法规是对的吗？确定吗？以正视听好不好？你没办法回应，我们就去找你的长官。就因为中选，台北市选委会他已经做了完整的回应了，所以这部分我们尊重。你不要跳针了，中选会比他们还惨呢，这就比他们还惨。装死吗？中选会的态度是什么？是不是同意北选会态度？那我们是已经责成他们做最好的一些保障。我们已经抗议说这不是最好的保障，哪里有我们的？他哪里最好的保障？你根本就是剥夺了当选人的权益。说不是了，现场当事人已经说不是了。你们为什么一直说对他最好的保障？到底保障在哪里？保障在哪里？中选会说一次。
那为什么成绩的范围？哎，要不要是老师写嘞？你们要离开，要溜了是不是？中选会，你们要溜了是不是？不能快点头啊！这个谢谢了啊，谢谢。不能快点头啊！谢谢，来，我们直接找主委，我们往左方移动。我们要去见李进勇主委，我们要当面向李主委表达诉求。今天被派来的张处长向读稿机打卡，就是读稿机。中选会，中选会，别退会，中选会，中选会，别退会，别退会，中选会，别退会，别退会。来，我们李进勇。小心什么？这边都是铁栅栏，他